菩萨行者远离五欲诸烦恼啊，是为修净离法，勤精行修行，究竟佛性是为定慧解脱法。常常讲过去，真多的烦恼啊，都是从五欲开始。这五欲外面的境界啊，内心呢的动念，无不都是因为五欲。五欲也惹来了真多烦恼、无量寿，所以咱来用心戒除五欲，才会当远离烦恼。所以啊，咱来思维修净离法，思维修就是叫做禅，净离法就是定。菩萨法除了弃除五欲、远离烦恼，也嘛是同款，伫咧修禅定啊。打草滚水，无不是禅。生活中啊，无有离开这个禅的方法，那就是平时咱来思维修，爱好好思维。咱是伫咧修行的人，好好思维，开窍洞穴，爱好好思维。咱举手动足，一切呢，心口意业吧。咱日常生活中，爱好好思维修行的方法，所以这叫做禅。一禅呢，也叫做思维修。那定呢，静寂清定，自然虚无，这就是定，那就是定净离法，这是修菩萨道的行者呢，必定爱勤，咱爱精勤呐，咱爱用诚恳的心，好好来修行，行净信实啊，这是咱的本分事啊。安尼，咱才有法度究竟回心。这呢，就是戒定慧解脱的方法。学佛无离开这个代志，阿要行在人群中，必定这个精神理念呢，要好好把握。对。全球的看到菩萨啊，在人间，菩萨的身影呢，遍布在因交际地，因有这份的法在心中呢，因发愿呢，力行在人群中啊，再辛苦，因都愿意呢去力行。譬如讲，在马来西亚淡边呐，这个地区有一户的人家，好是真苦啊。在迄个庄头的人啊，大家人都厌弃他，讲真小气，吼，那真歹斗阵。家庭真困苦，
我想要帮助因，不但无愿意接受，阁是呢，开口就要骂人。所以因为安尼，这个家庭受这个砖头所无欢迎的啦，也厌弃了他。啊，不过呢，自这人啊，在2007年开始就接到这个案啦，因开始呢，就去看这个家庭。这位先生呢，是当年癌症，就是倒在眠床去看伊迄一天啊，第一个眼光接触到是家庭真艰难，真乱呐。这个人伊是华人呐，是华裔的，但是娶呢是娶印度裔的太太。那这个先生呢，伊本身搁一个阿姊，啊，精神病呢，搁是白内障，已经拢无看到啦。啊，这两个阿母呢，有两个囝，太太就是外面伫咧打工啦，做小工啊，嘛是无接伊啦。那么啊，家庭搁有两个病人啊。这个是精神病呀，需要佮关伫内底呢，也有需要呢三顿的照顾。佮一个是倒伫眠床啊，啊脾气佮是遮尼歹。佮两个囡仔呢爱读书咯，所以这个家庭的苦会当想。但是主祭人啊，既然看到啦。接到这个案，看到这个家，真正是无忍心。虽然迄个砖头的人啊，人人反对呢，咱去帮助伊。不过住这人还是无忍心吗？开始第一步说，就是动员了咱住这人啊，有自行有委员志工呢。去改摒扫出来，改清理厝外，拢总呢改清理得真整齐，啊，真清气。然后呢，咱就是逐个月定定来改看，看去甲安，去甲铺，用车呢改载，啊，送去病院呢，啊，搁再看到。伊个阿姊啊，就是啊，一日干那大爱叫啊，目睭阁无看到精神病啊，所以吵甲好，迄个厝边个人，大家人呢真无欢喜吼，所以咱爱阁再想办法啦，甲伊送去看目睭，安尼呢，甲伊白内障开好。就开始呢，送去收容所去了，亲像安尼，啊，是不是安尼就结束了呢？无，还是呢，继续陪伴。这个太太呢，需要做工课，两个囡仔拢是5年2年的小学啊，所以这囡仔呢，还是需要有人照顾。啊，咱就带较近呢，住这人啊，三顿呢，就送去给囡仔食饭吼。那这东西用安尼的爱啦，看看照顾，三不五时呀，就甲太太呀、囝带去看伊的先生，和囡仔甲老爸互动啊，就是建立因。家庭迄个亲情还是该建立起来，一直到这个先生呢，伫旧年就是2013年的4月，安尼呢就往生去啦。往生等来厝的时，哇，住这人啊，浩荡长呢，
安尼改善，等下改设一个真庄严的灵堂啊！开始呢，大家人来个念佛，人数未少哦，真正哩整齐。但伊最后一个好事了后，迄个庄头的人啊，看到啦，这个团体开始了不起呀、啊！会当这种的真诚、耐心、爱去付出，这么多年的时间呐、啊，所以啊，庄头人人啊，真赞叹。有这这个个案吼，那呢，菩萨啦、啊，伊都安尼讲：菩萨道上难行，但是能行呐、啊。哈、啊，看到这个家庭呢，母阿囝呢，展开了迄份安尼平安的笑容，因讲迄种的欢喜啦，是无法度好形容的吼。这是爱有经过真正是体会身体力行啊，才会当亲自感受到，所以。修菩萨行啦，实在是真困难。不过呢，只要你会当开步去行，都无困难的。但是菩萨呢，必定爱远离五欲，弃除烦恼。不管人是安怎甲咱讲，咱呢都是愿意付出。这种。无有烦恼，一片清净的心，那这呢就是禅定的功夫。所以啊，思维修静理法，这种的禅定，这叫做大乘的禅定法哦。也这嘛就是究竟佛性为定慧解脱法。人既然呢，想要学佛，咱希望咱会当成佛，希望咱的心呢会当接近佛的心，那就是呢，甲宇宙天体合二为一，这叫做净吼。那净佛性就是净，这份的觉悟的境界，那就是定慧解脱的法。所以咱爱时时用心地积分，咱静甲定吼，咱爱用心修行。所以啊，前面的文啊，就是讲，是诸众生皆是我主，也都爱有这种的心情啊，这个心情开阔，佛心既然呐。把所有的众生拢当作是家己的囝，这是偌尼正平等的大圣法呢？无分讲吼，迄是别人甲我无关系。其实呢，天下众生啊，甲咱拢有关系，咱甲视为一家的人，佛陀甲所有呢殊胜啊。就是如一主啊，何况讲是人呢？这就是大乘法啦、啊，那不能由人独得灭道吼。该以如来灭道之灭道之，希望人人拢会当得救，希望人人拢会当得果，这就是佛陀的心性吼。那接落来一段文讲。是诸众生脱三界者，悉以诸佛禅定解脱等五乐之机，皆是一相一种性所清净，人生净妙第一之乐。佛陀啊，伊要何众生呢？那是希望人人拢爱弃除烦恼，人人呢
都可以力行菩萨道啊，这是佛陀的心。所以这些众生希望这些众生啊，都可以脱三界。要脱三界，就要入佛教门嘛。入佛教门，自然也当脱三界啦。那阿弥呢？那就是色已隆重呢，何以？吼，这因为有无量的财富，所以要让大家人真平等呢。这个财富，也就是平等的大法。隆重要让众生啊，同款呢，有甲佛同款，迄个禅定解脱。那这个禅定啊，解脱五乐，看安尼救人了后呢，嘛是真快乐啊，都食迄个个案吼。所以五乐之机，用这种的方法吼，皆是一相。将成所清淡，这都是用一个真平等，同一种的相，同一种的法吼。这呢，所有人人所清淡吼，成所清淡，就是诸佛菩萨所清淡的方法啦，令心净妙第一的快乐，这种咱的哪一当？甲安尼境界汇合啦，真正是精妙快乐啊！所以，世诸众生脱三界者，那就是讲三界之内烦恼忧苦，心事即成。这个三界来呀、啊，真正是烦恼代志真多哦。那忧悲苦恼呢？实在亲像火伫咧烧共款啊！这个三界，常常甲大家人讲，是咱的心灵三界啊，欲念、参加周围的境界，甚至呢，咱家己心灵上呢，一种无明烦恼。这就是咱的心地三界啊，咱人生啊，个人具备了这么正多的烦恼，唯有呢，都要入佛门来修啦，了解道理啦，才有法度。所以啊，文安尼讲，色已诸佛禅定解脱定五乐之机。佛陀的慈悲教化众生，希望平等啊，人人拢会晓来体悟到佛陀所教化呢，无不都是用佛的心怀，希望人人会当生活中都是伫禅定解脱。一来得平安自在，安尼快乐。禅定呢，都只讲过去，思维修，咱的心内定定都是安尼的思维呀。咱的心境开阔洞穴啊，外面的境界呢，咱哎是非清楚。该不该讲的话呢？该不该做的事呢？咱的心念该不该呢？起安尼的烦恼无明吗？这呢叫做思维修禅定，那就是静虑加思维修吼，那这就是机关。平时啊，的观念有当时阵啊，
心真乱，你把所有的境界呢，安尼回归啦，一处吼，这嘛是叫做机关呐，机关不离吼，那就是该，那你思维回合起来，或者是定慧不离的境界，这拢叫做禅定呐，禅定亦作思维修。这些所对的境界啊，就是思维那研修的意思。咱的心都是爱合在一起，佛法咱爱用心深入吼。那这外面的境界，咱爱过滤过，爱专心来研究，甲佛法安尼藏伫咱的心灵。安尼个意思吼，一心苦物为善，甲这个物件呢，咱好好甲想啊。咱需要贪吗？这个物件呢，伊都好好藏着，咱看会到，安尼嘛着真好啊。何必着贪为己有呢？有看啊，这了解，这叫做善照，这叫做业啊，这叫做定珠。这呢有伊个宝物的名称，哈、啊，增长咱的知识啦。其实呢，遮个物件唔只是增长知识，咱爱过去甲思维。你想要提出这粒叶啊出来，恁知影破坏偌呢正多？哎，山空啊，要挖到迄个山脚。您知影无？已经呢是破坏偌呢正大的面积啊，才会当去取到安尼的选择。总共一句，几亿的物件伫迄个身躯，都有已经呢造成了几亿偌呢正大破坏大地山河的业伫迄个所在。所以讲，到底看物件呢？咱用什么款的观念来看物件？所以啊，一心苦物为善，这呢就是咱伫咧研习吼，看一切的物件，看人事啦，这了解该帮助咱爱去帮助，无应该贪的咱爱节制，这呢？嘛是叫做研习之意，也就是一心呢，苦物为善，咱都爱用的。咱呢日常生活中吼，学静力，咱都爱静力吼。伫这个定字叫做静力，心体即静啦，令心力之意，一境静念为定，这就是。定吼，咱的心定啊，咱的心体呢？心体就是真如啊，咱的真如即静啦，安尼对咱看一切的大事呢，该不该做吼？这种心已经信疏啦，来了解吼，那一境静念为定吼。咱的心呢，一心想要做，决心想要修，啊，咱都是爱保持的这种定吼，咱的坚定的心，这呢，的文在讲吼，该是一上一种成熟清淡，人生正妙第一之路，那这就是一上。咱的心思啦，会当思维修静力，
这种的禅定之观啊，甲看这的物件，那参加呢，决定的人事物，咱爱安尼，都心无搁再杂乱，安尼叫做一相。一相是众生的心体，就是咱的真如本性啦。众生呢，一识之真如。咱人人本具的真如吼，就是一识，就是咱的众生的心体一相，一相众生的心体一识真如的实相哦，就是如来之教法，一识之理想，佛陀教育咱，无不都是爱咱回归。真如的本性嘛，那就是定懂真如啦，非有杂念吼，就是无有杂念吼。那一种就是圆融常乐。咱的时时真圆融啊，咱的心呢常乐五净，怎讲过去？这是一种呢佛的境界吼，一种清净微妙第一之乐，这就是最清净、最微妙、快乐，该是一相一种功德吼，这就是安尼咱安尼修来。内修外行功德啊，那也就是众德本，这就是所有功德的根本，那就是一相一种哦功德，那就是以灵性无上法乐，这就是咱心爱定啊，就亲像讲。不管人安怎甲咱阻碍，咱既然是决定啦，要救人就是要救人，无管呢外面有虾米款的障碍，亲像安尼，也是一相一种功德，是种德的根本吼。这就是爱咱的禅定智慧解脱，才会当得到呢常乐五净清妙。微妙的快乐，所以各位菩萨学佛啊，咱必定要用真精神来修行，所以咱要时时多用心啊。